太多美妙的旋律了，我一定要全记下来。风格不会是我的限制。下次普攻拥有额外距离，每当释放第三个技能会产生回响。哦，明白了。怎么下面有个轮椅呀、啊？谁知道了？这不是轮椅，这是演播台。我可不只会唱歌，玩这个一样拿手。这张是 KDA 教我的，接好了。重要的不是舞台掌控力，而是舞台表现力。哦，哦，哦！每次演出结束，我都会去到音乐与海洋相接的地方。抽小兵，这怎么跟左一似的呢？感觉意是什么来着？你还没有学习该技能，你放屁！我怎么没学习该技能？我摁了 E 呀、啊！哎呦，这压制力有点厉害了。哦、我要杀你了，小伙子！一切事物都有各自的美，只要你知道如何。你怎么回事呢？我致命点人，我当负二连，我你还搁这？你有意了不起啊？皮孩呢？深邃的夜化为明明，醒来的微笑带着憧憬，全世界已经准备了。W 是啥？加盾，加移速，然后99%减速，持续一秒。找不到补给品了，补给品就在左边。喜欢我的歌里又甜又甜的感觉。啊，加盾！哎，这 Q 好远啊！如果有一天我可以，我现在一个 E 能把它禁锢，然后摁个 Q。啊，走位啊，走位！我一个平 A， 我看这 W 技能强化是什么样子的啊？是我干的吗？我的心里满是雀跃，每一下都是一个音符。强化一首 W， 等一会儿啊。哦，加血的，为什么老会唱一下子呢？为什么老要唱一下子呢？啊！回家，给你个 W。我有灵感了，赶紧写下来，画下来，唱出来。哎，耶，
小女人。你做不了全能女人。不要慌张啊，兄弟们。啊 ，W 技能是瞬发的，我还要点人呢，我以为。这也太没操作含量了，说实话。这对于我这种操作选手来讲，这种英雄就是在侮辱我。简直了，侮辱我。啊，为什么会唱歌呢？因为三个这个这叫什么玩意儿来着，因为第三个被动啊，就会这个，我看这是我先来个神话装备啊，有没有推荐的呀？蓝莲汉的痛楚，来个这个。踩在明媚的沙滩上，我看见了你闪耀的双眼，柔软的头发，我被吸引。底下被动一满，他就唱歌，加个速。给你个扣甩平 A， 再给你个扣呀，小伙子走位不错呀呀，没怎么又唱歌了呢。这个舞台是我自己做的，可爱吧？我觉得还是别整着台子走了，能不能你自己走下来，咱又不是残疾，你是不是一会儿我换个皮肤。语言让我思考，歌声叫我感受。我先给你个 Q， 再给你个 E。我还没放过大呢，大招是什么呀？啊，魅惑。哎呀！不要把你和其他艺人做比较。等等！啊！小伙子，来！哎！兜儿呀，哈子来了！你以为美侧服我就走位不了了？先给你个扣。减速跳弹，完了 A 狼了，怎么？哎呀，太卡了！太卡了，你知道吧？不卡的话，我是 A 不到的。没操作好啊。取悦他人，远不如先爱上自己。这老卡米尔，他一技能伤害有点低呀。等到春节的时候，我会邀请所有人和我一起演出。来了来了，兄弟们，坚持住！啊哦，给你掏个盾来，等会儿。应该踩准节奏。我的本色。我这被动怎么十成啊？哎，被动有十成哎。每当释放技能，附近友方英雄会产生一个音符。我有大！哎呦我操，太远了这！
还挺嚣张啊，这小驴人，挺脆呀，这可是挺脆呀。蓝莲汉的痛楚，苦痛啊，苦楚啊，苦楚，先来个苦楚，嗯，苦楚不加生命值了吗？苦楚有没有推荐的？大天使之杖，大天使之杖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啊，是传说的，那可以用。出冰杖可以啊，你玩的是歌姬吧？是啊，是歌姬啊。哟，蓝莲汉的苦楚啊，击碎魔法抗性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们明白没？我差不多明白怎么玩了。这英雄就是远程 poke， 哎，近身一个 W 加 E， 哎，打不着你，别，然后人家人过来，哎，整一手大招。反正你也摸不着我，我就扑克你。小伙子，是谁给你的勇气让你？哎呦我操，反应还挺快！是谁给你的勇气七级跟我十级打啊？干什么呀这？跟我整粉丝见面会是不是？给我锤死他！这小驴人没有鞋，没鞋！小黄毛呢？过来，来小黄毛！哎，法师之靴，法师之靴，我整本杀人书搁后边混吧混吧就行了。冰杖现在是不是神话装备？冰杖应该不是神话装备。炉灯的激荡，世间的流言仿佛刀剑，历历伤疤，永霜。但任凭潮起潮落，永霜也可以，其实减速嘛，就这个被动得用好，我感觉这得用这被动，我可能有点不太会用。只要你知道如何迎接，区区这么低吗？这让我来下路看一看啊，兄弟们，坚持住，我来了。等等等，先把这万猴杀了，兜别这样啊，这蛤蟆就盯着我踢呀、啊、这蛤蟆我来个美甲的窃魂卷。你们可能现在这装备都看不来到底啥是啥，是不是？我也看不来，改的有点多，你知道吗？正式回归，凝视镜中奇迹般的景象。这奇迹如果没有你的身影，就是跑的得快。这英雄就跟佐伊似的，跑的得快，跑的慢就有点拉了，就不太行了。我们就在中路这 poke， 哎，就这么放技能，大
天使，有大天使就无限放。你们这也太脆了吧，这也太脆了吧，我操！我的美甲的借魂券呢？来鬼书吧，有没有鬼书这件装备？血又多，是不是？有没有鬼书这件装备？看看啊，沙漏女妖，整个沙漏吧，不行，整个沙漏。这瞎的老扎我，我有点受不了。柔柔的纸上一幅涂鸦，他想要的幸福到底在哪儿？兄弟们，咱打团能不能保护一下？能不能保护一下？嗯？能不能保护一下 APC？ 我这大招比永恩大招还远。我们就随便撇吧，技能撇吧撇吧，我们攻击距离就远了，你知道吧？别急啊，我们就往后来。这小驴人干什么呀？这是？那有 ADC 不杀就杀我是吧？行，啊行。要不我就不乐意跟你们玩，你知道吗？我就想去跟那些美服的小朋友去玩去，他们也不杀我，我一跟那水友一玩啊，这可劲杀呀，给我一顿杀。没个整，我跟你们。下手跟我知道些什么了，我们再来一遍。可惜我没法把小包带上，我得来个沙漏就好了，你知道吧？来，整个男 buff。我看这 W 范围有多远啊，挺远的，这 W 技能大猪，这大招距离真远呢，给你们加个血，兄弟们，来，来个救赎。这老蛤子，就瞅着我看着卖这老蛤子。给我挡一下这蛤子。怎么的呢？这怎么就不能秀了呢？给我秀起来！我就纳了个闷儿了，这怎么就不能秀了呢？老蛤子，行，大空大了，没事，加速来，我往前追来，秀起
救起来，兄弟们！哦吼吼！可以。加血。这也加不了多少血呀，我这一看呢。回复8.8已损失生命值，它是已损失啊，不损失它没有，你得是损失了。这蛤蟆怎么老能踢着我呢？这个 E 要能再长点就好了，好了，还是有点短了。这干啥呀这？好卡，好卡，好卡！干哈呢，小驴人？小驴人行啊，小驴人！我大马上有了，很快。哟呼！这大有点像维鲁斯那大招，有点比维鲁斯大招远一点。挺远的，确实，宽一点，远一点，就是飞的有点慢。我是不是有点懵了？我这一看呢，我下把我就会玩了，这把可能不太会玩啊。我现在攻击距离你们知道多少吗？925。925，现在是700，但我怎么没感觉到有那种925的感觉呢？怎么 A 不出来呀？这不整个大帽，冰杖搁哪的？瑞雷的冰晶结杖，来个冰杖吧。哎呀、后边不出这玩意儿了，不要兰德里的痛楚，我们要那大天使。大天使搁哪呢？看看啊，哪个是大天使？啊，莫雷洛密点。莫雷洛密点也行，流水法杖，谁流水？有些兄弟想流水的啊，可以买个流水法杖。那辅助出的吧，这是。哎，为什么会禁锢啊？对被减速的敌人造成禁锢效果，对已被定身的敌人造成眩晕。我操！那我这出冰杖必定禁锢呗，就是。我看这锤石背不进禁锢。哎呦，这行啊，这是一套小连招啊。他这一定想踹一脚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千万别往他那儿走啊！是我一个平 A，
我看这英雄最多能有多少攻击距离啊？我们先不 A 啊，我们先放点技能。谁高的 lag 了？哎呦，好远啊 ！A 的，噔噔噔！这英雄杀起来还是挺猛的，说实话。干嘛呀这？我已经知道怎么玩了。不是眩晕好一点吗？是。你没明白这个英雄的意思，你知道吧？